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1月18号，台北双机场观景台，19:39拍摄。我今天又跑来，对啊，明天是我人生，人生又老了一岁，对吧、啊？但是这个生日每一年都很特别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的号数字就是救护车嘛。然后今天想要18号，在20几岁之前，来看一下飞机啊。这边有个美丽华，超远的绿色是美丽华，摩天。我想上来看大飞机，华航超多架的，还一架长龙的。我不喜欢片刻吧，在你们多多点我们大局广片。真的长龙很多，然后刚刚好像有一架那个，不知道是降落还是什么。哦，这边有一架华信的 ERJ190， 男生也很少会看到它，对吧？只看 ATR 的。真的很有华信的、长龙的、华航的，哇！我是 B16220，还有远东的腊肠鸡都还在。我跟下面一个班长们都点不到这个片。我看一下现在。现在已飞，现在怎样啊？这是。有一架降落了，反正有一架那个降落，如果下面一个嘛，咱们做到对我们的主管评论，那我拜拜。